讲一下话，不是讲笑话好不好？今天的表演就是那个团长子杰，他很用心这样，就是想说做台日大对决，其实是国际交流啦，不要真的是大对决这样，我们用音乐交流，我们互相了解彼此这样。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红色，其实我想要白色，所以要改变原住民肮脏的形象。肮脏还是不要让我穿白色，然后就只好去买红色。我没有红色的衣服都没有，我从头到脚都是新的，你知道吗？连书包都是新的呢。哦，就是为了这个事情，然后都没有练团，一整天都在逛街要买红色。然后这个礼拜啊，走在路上只要是红色，眼睛就会发亮。红色的要再买，然后买了一大堆红色的东西回去也没有用。然后对啊，无聊的袜子都要红色的。口罩就没用，你要唱歌买口罩干嘛？什么？你要唱歌，你买口罩干嘛？对啊，我也在想说，因为我要唱歌，我干嘛要买口罩？因为它是红色。以后不要玩这种游戏好不好？红白大对抗，现在玩黑白嘛啊！我比较多黑的，肮脏的衣服。啊，只是一种气氛啊，对啊，我们也是试着以后，我为我们将来。会面临到那些偶像的会面临到的问题就准备这样子，哪一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上日本红白大对抗的话，我是这么想啊，那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几点了，好了。